分手了还溜到不发，人是不见黄河不死心。居然真的不理我了，哼，我还不想理你。组长，找我有啥事哦？陈大夫，这几个村民都是我们组的，他们听到说纸厂要搬迁，哦，都是来提意见的。哎，陈主任，我们这个纸厂真的要搬吗？就是，我们村不是想拿下文昌小镇哦，那个纸厂在河的上游，刚好是规划范围之内，而且容易出现环境污染的问题。考察团也给我们提过，所以村委会决定尽快把搬迁的事情解决下来，好给考察团给我们第二次的评估。哎，我们不得同意哦。为啥子？为啥子？哎，我们这几个都是在纸厂打工上班的，你要是把纸厂搬走了，哎，那我们几个不是就没得活路住的了？就是嘛，纸厂还租了我们几家人的地。这一搬走，我们租金也不得了，这一年的损失我们该是有好多。哎，陈主任，这个你要给我们抓住，这个纸厂是坚决不能搬的。陈大夫，村民的意见你还是要听哦。这个纸厂那么多年了，也没出啥子问题吧？这个纸厂不能搬哦。对，就是不能搬，不能搬，坚决不能搬，这个不能搬，不能搬，不要闹了，不能搬，不要闹了。大家不要激动，听我说，其实纸厂这个事情啊，我是不赞成的。首先，纸厂存在着污染问题，笑人的很，从来就没听说过纸有污染。就是，这个纸要是有污染的话，要是有毒的话，哎，那我们不是早就被毒死了？不是纸，是造纸过程的污水。污染是有，但是我们的饭碗都要遭出头了，哪个还管得那么多哟？哎，最少要保证我们有最低收入噻，没得收入，我们咋个生活嘛？就是，好了好了，你们放心。等以后咖啡小镇搞起来，资源变资产，资金变股金，你们农民以后就不是农民了，就变成了股东了，就分红了，那收入啊比资产大好多倍啊。哎，陈主任，你说的这个是不是真的？那是哦，那是只有多不会少，我们大家一定把眼界放开点嘛。咖啡，哼，他搞得懂我，我搞不懂他。那个咖啡，有啥子喝的嘛？哎，就是嘛，那些人不得城头去喝咖啡，他们想办法喝啥子？喝串串哦。就是哎，你们这些当官的，哎，不要总是想着自己的政绩，今天想去做是一处，哎，你总还是脚踏实地的为我们这些老百姓，哎，造着服务噻。哎呀，我的老天爷，这个咖啡小镇就是给全村的村民造福的嘛。哼，造福。我没看到造的啥子福，我只晓得现在我们的饭碗都快没得了，不能搬，不能搬，随便砸都不能搬，不能搬，不能搬，随便砸不能搬，我们搬就走了，坚决不行了，走走走走。哎呀，我的天嘞！
哎呀，慢点，陈子，小心点烫啊！哎呀，着啥子急嘛？有事就慢慢说嘛。哎呀，纸上的事情，你就几个村民把我围到去，哈呀，闹得来一塌糊涂，脑壳都给我闹晕了，不同意纸上搬起走。哎呀，看来这个纸上搬迁是个大问题啊。嗯，你那儿也遇到啥子不顺心的事了？是嘛？我找那个厂长已经谈过了，本来他们跟村里面的合同马上要到期了，搬迁是顺理成章的事情，但是他们又接了个大单子，想把这个单子做完了才走。我担心啊，一直这样子拖下去，等那个考察员第二次来的时候，恐怕都还没有解决问题。哎呀，真没得办法，只有分头再去做工作。哎，是嘛，守得云开见月明嘛。破三，破三，我不破，我就不破，肥水不流外人田，我哪会浇花？哼！啥子了？啥子了？我把门弄烂了，不要拆修锁。哎呀！就是个烂红苕，天天把我们收到去，还以为他是门神吗？来辣椒，毛病，来辣椒。啥子嘛？外头卫生没打扫干净。不可能，我跟你说。自从上次受了批评之后，我们非常注意环境卫生了，你看干干净净的。注意环境卫生吗？树叶子，路上掉片树叶子围观了。对不起，算得很，算得很。凶我你，咋打嘛？好，你有种！来辣椒，来辣椒，出来！啥子？啊，又有树叶吗？啊？没得树叶，有鸟屎。天上掉的鸟屎也管啊？对不起。哼。星儿，你在这儿守了一天了，吃饭没有嘞？哦，没得事，我有干粮。光吃干粮咋得行呢？来，我这儿有巧克力、橘子和可乐，你先拿去垫下肚子嘛。你爪子了？啊，我没有做。啊，星儿居然给你送吃的。星星，我们认识这么久了，你第一次跟我送吃的，我不得吃，我拿回去供去。神经兮兮的。星星，谢谢你，是你给了我无限大的力量，我觉得我又可以监督那个来了就三天三夜了。该说谢谢的人应该是我，你帮我解决了
来了就乱丢垃圾的问题，手还受了点伤。这儿不算啥子，你对付来了就是人，就应该用这种方法。你也不能老把时间花在这儿，你不是在学厨师吗？你该忙自己的事情，还去忙你自己的事。我已经学完了。好，这是我的建议证书。我已经在农家楼的后厨找了份工作，下个星期我就要去上班了。为了你，我一定要当上大厨，拿个星级厨师的高高帽给你看。啥子为了我，为了你自己。都一样的。那你要加油哦，我先回家哈。青玉堂，青玉堂干啥子？邻村的人办酒席，找我订了几十斤鱼。哎，我跟你解释那么多做啥子呢？嘿，你只是个管卫生的哈，闲事少管，走路撑着。你手上提了一袋瓜子，就有随时丢瓜子壳壳的可能。你要是敢往地上丢一颗瓜子，我就给你录下来，告到村委会去。哼，我还怕你说？不是，安静！啊哈！来了就，老人家有句啥子话啊？人不要太装，早晚要受伤；人不要太滑，早晚要挨砸。这个是我不小心的，这个不算哈，你说那不得行。我放过你，就是对不起我自己，对不起星星儿，对不起全村的父老乡亲。我要把这个发给陈主任。你莫放，你不要放，啥子？啥子？你放，啥子？你去放，你干啥子？你想干啥子？谁来救？啊！你敢摔我的手机，我跟你不拼了！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不是故意的，跟你那个不拼了，我跟你拼了！你光摔我的手机，你还会毁灭自己？你逼我，都逼我呢！学校那边啊。已经我说了，你面试的表现了非常的不错，校长啊答应了，就定你。哎，你看嘛，那边学校的环境比你们镇上小学的环境好到哪儿去了？这待遇啊和机会都不一样。你就是块金子，就应该待在最能发挥的长处的地方。晨曦，你打算好久去呢？我开车送你。我还要再想一下，我自己学校那边也还没有说辞职的事情。哦，好，等你想清楚，但是那边也不可能一直等你，你尽快给个答复。
叶川儿，啊，陈老师，有啥事情哇？你现在一句话都不想跟我说了？我们都分手了，还有啥子好说的？喂，龙卷儿，我要去那所私立学校。我说，你刚刚看到的噻，是我不小心，这个不算啊。啊！你居然敢摔我的手机，我跟你拼了！就是你逼我的。老三，开会了。哎，好。其实村里的环境卫生治理啊，现在是大有起色，大部分的村民啊都有了良好的思想意识，主动维护起了村里的环境卫生。嗯，就是嘛，我才走几天，感觉村里头啊是大变样过了。嗯，但是赖老九跟洪嫂还是拖了后腿，虽说赖老九有不对的地方，但是洪嫂不应该用暴力去解决问题。他还发视频给我告状，他简直没意识到问题在哪儿。那么切，反正呢我也回来过了，要不然监督赖老九的事情都交给我。好嘛，那就取消洪嫂的监督资格。散会。喂，啥子？那么点，我外甥死不中毒了。喂，那你赶紧去，快去，快去。爸，你来了。咋回事啊？我们昨天就吃了个酒嘛，结果吃完以后就这样子了。好多人都着了，你看这些，还有隔壁子的，全部都是来洗胃的，10多人。咋会中毒呢？不晓得呀，我啥子都没给幺儿吃，就吃了点鱼肉，结果他是着的最凶。他来算账，挨个问了。就是。必须看出来，看看水落石出。老婆大人，没得洪嫂的骚扰，我们现在的生活就是，哎，啥子好呢？岁月静好。哦，对对对，岁月静好。你腰不酸了，腿不痛了，心情都变好了。老公，啊，你的普通话说得好干货哟。耶，来来来，这是。来老舅，来老舅，来老舅。你家具套头的鱼都死完了，哎，这这这，我的天哪，我的鱼呀，我的鱼呀，我的鱼呀。听说了没有？隔壁村大半夜，好多人都中毒了。是不是吃鱼着的哟？他们都得赖了九儿买的鱼。哎呀，好吓人哦！站住！站住！你们那个大胡乱说，谁把砖头给你们撕烂？哎呀！哎呀，不要拦我！赖了九，赖了九，啥子？隔壁村的人来找你们来了。来嘛！在春风吹拂的那一天，美妙的笑脸，阳光灿烂，你温暖的脚步
翻新古老村庄，远远近近小雨宣言，沾一滴春江好水，写万里锦绣